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北京时间1月6日晚上22时，意甲第16轮迎来一场焦点大战，国际米兰客场挑战桑普多利亚。CCTV5会直播本场比赛，桑普多利亚 vs 国米。比赛看点如下：第一，桑普多利亚避免3连败，桑普近2轮意甲的比赛全输了，先是主场2-3输给了萨索洛，再是客场0-1不敌罗马，本轮迎战争冠对手国米。桑普要借主场优势，要避免联赛3连败，但国米志在3分，此战不好打。第二，国米争9连胜加登顶，意甲15轮战罢 AC 米兰37分领跑，国米1分之差紧随其后，近期已豪取联赛8连胜，本轮意甲国米率先客战桑普，而 AC 米兰主场对阵尤文图斯，因此国米拿下桑普不仅可以实现联赛9连胜，同时可以顺利先登顶积分榜，再做官两股斗，或 AC 米兰战平或输给尤文，国米即可真正领跑积分榜。第三，小魔兽可能轮休，上轮意甲国家主场6-2逆转克罗托内，老塔罗戴帽，卢卡库传射建功，但小魔兽随后伤退。据一媒称，卢卡库并没有大碍，但孔蒂为了安全起见，本轮客战桑普的比赛大概率会让卢卡库轮休。第四，双方近6次交手，国米6战全胜，进16球，丢5球，国米碾压桑普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